好啦，歡迎曬咧所有有線嘅家庭觀眾啊，收睇《怪談遊客志報》啊，咁今日大家都見到啦嚇，我哋就除咗我梁師傅之外咧，一樣係有阿夢神寶兒啦，而今日嘅師傅咧就係李法全師傅，同埋我哋嘅二秀咧就係死神樂嘅嚇。咁嗱，大家都會記得噶啦，兩個禮拜之前，大家唔知道記唔記得咧，我哋拍個台灣嘅特輯咧，就去到咧岐山裏邊咧對殉情嘅一對咧即係情侶，你哋就去招魂啦，跟住帶對女濟公路之後咧，又後屘話除咗一對嘅情侶之外咧，仲有一班咧黑色嘅一啲靈體咧跟住你哋，究竟發生咩事？係啊，其實今個禮拜咧就係續集嚟嘅，事關咧我哋咧帶咗嗰一對男女去呢個女濟公嗰度嘅時候咧，嗰女濟公仲同我哋講啊，我哋唔止帶咗一對男女喎，仲帶咗一群啊燒到黑掹掹嘅物體啊去嗰度噶。我係因為嗰朝早咧，我哋咧就去到九龍大廈，都係高雄嘅一個火災現場嗰度進行拍攝嘅，我哋都唔知原來我哋帶咗一群黑色嘅朋友去嗰度嘅。嗱，我想問下李法全師傅啦，你嗱你靈體咧一定見好多啦，你負責捉鬼嘅，但係有咩顏色咧？如果係黑色嘅，又係咩靈體？黑色代表火燭而死的鬼，除了黑色的鬼之外，最通常見到白色，黑色，還有隻叫做青色，紅衣鬼，紅色，紅色是否最惡？紅色鬼是最惡的，最惡的，紅衫紅鞋的是最惡的鬼，黑色原來就係可能火即係火燒之後就變為黑色嘅靈體啊。今日咧死神樂咧，因為你喺呢個台灣嘅特輯裏邊咧，我又唔知點解阿樂你又叫翻你嘅以前一個死咗嘅朋友上嚟，點解咧？因為我想再問清楚一啲私人嘅問題咯。即係因為女濟公佢喺度招靈，所以你就想問清楚。係啦，因為佢招到上嚟嘛。咁究竟發生啲咩事咧？馬上睇睇台灣特輯。四个大学生去到高雄岐山一间传闻中的鬼屋探险，无意中发现地下一间房的浴室里面有一男一女的尸体。经过警方调查之后，确认他们的死亡时间超过了两个月。2012年，怪谈摄制队联络到当年发现尸体的当事人骆学海，在他带领之下一齐重返案发现场进行碟仙招魂，希望将殉情自杀的男女亡灵带到答应帮助我哋嘅师傅嗰度。济公话，摄制队招嚟嘅灵体之中，只系招到女死者嘅亡魂，而男死者就另有其人。自杀的人是不是附在那个娃娃里面啊？这个呢，是自杀的呀，自杀啊！本分呐，想不开，自杀弯路不归路啊！佢谂唔开，睇唔开，跟住就自杀。但是呢，这个是，但跟他自杀一起的呀，不是这个，里面的灵啊，不是。你们要叫这个人，可是进来的不是这个人，他被抢先了嘛，被斩了尾啊，懂不懂啊？懂。这个呢是个小姐，这个是个阿布啊。迎风改化，表风变化，行先变凤足上就行。you
呢，第一肚子饿，第二呢肢体不全，跟你们来的呀不止两个，不止两个，你去啊，你去，我没错，今天不是到处跑去吗？这些是黑炭，被我烧的。怪谈摄制队在出发去台北之前，去了高雄一个曾经发生纵火命案的现场——九龙大厦进行拍摄。在1989年5月，位于大厦地下和地牢的卡拉 OK 被人纵火，火势迅速蔓延。消防员在3楼三温暖浴室里面发现3具的尸体，上到顶楼的梯间，发现被浓烟熏成乌黑一团的尸体。经点算后，男女老幼合共19人。我从小是住在这边的，事发之前是刚好去附近那个杂货店买东西回来，就看到有人冲出来就喊救命，然后就开始有烟啊火啊窜出来，然后在烧的时候就是有听到隐隐约约在那喊救命啊。烧到一半的时候，就看到有人掉下来，就掉在原本那边有停一台车子，就火烧这样，然后就掉到车子上面，对啊，那台车就整个玻璃就破掉了，对，掉下来那个人是有包着的，对。呢度就系上当日火灾嘅现场。人走到去邊度？第9層，即係報銷話19具啦，其他就有話20幾個屍體就起身堆曬喺上，下面就係卡拉 OK， 上一下有人縱火嘅。感覺喎，下面就呢田就生曬秀，啲天花又爛曬，就係諗落嚟個感覺都唔係好大。唔好掛住睇樓上或者睇地下嗰啲啊，唔好睇差錯嘅啊！火災後，業主曾經將2、3樓重新裝修，再分租出去，但係所有住客住咗冇幾耐都相繼搬走。原因是呢一度好猛鬼，怪谈摄制队决定深入火灾现场，探求呢一度猛鬼传闻的真相。全部都系烧过，呢个都系假天花嚟。即系呢个系事后装上去。系啊，假天花嚟。仲有啲洗面奶啊，牙膏。日文嚟噶喎。中華民國81年7月25日。咩啊？後面係有陣風吹過嚟咯，似人推嚟咁。而家都有。唔係嘛？在後面呢個位冇風啊嘛，又冇窗喎。
睇住啲扶手，睇住啲扶手。幾舒服啊！好上去啦，呢度都冇乜嘢，呢度都未到嗰個現場。上上面嗰層睇下，跟住小心。你見到啲咩？哇！我會見到係咪 lift 嚟㗎？你俾我睇下，小心啲，小心啲。係咪 lift？ 係啊。哇！真係燒到咁嘅。呢度有啲危險啊！真係小心啲嚇。哇！左腳壓落去先。大家睇到咧呢個禮拜嘅台灣特輯咧，其實咧網上邊咧好多嘅即係觀眾都問我哋，點解兩個禮拜之前嘅台灣特輯咧唔接翻上個禮拜即刻做呢個台灣嘅特輯咧？嗱，我可以同我哋嘅攝製組咧即係解釋一下嘅，佢哋台灣翻嚟之後咧拍咗百幾個鐘頭嘅一啲帶啊，淨係要揾翻慢慢冚翻埋啊，都要需要時間嘅，所以我哋隔咗個禮拜先做呢個禮拜嘅續集啦。師浩啊，你知唔知咧？我入到嗰個火災現場嗰度咧，同出邊嗰個環境真係好唔同。我哋入到去咧，入邊係已經燒到乜都冇，周圍都分到黑曬，天花就係跌落嚟咁樣。我覺得嗰啲靈體咧喺入邊好可憐啊！我想問下李法全師傅，其實嗰啲死難者喺入邊咁樣死咗，或者活生生俾六局死咗啦，佢哋嗰個魂啊，係咪仲走唔到出嚟噶？唔係走唔到出嚟，係難超度啲，難啲超度，因為佢個怨氣比較重啲啊。啊，點解咧？因為佢係呢個叫做共業，即係集體喺度往死嘅，我哋叫共業。共業啊，呢種係係大家叫做共業。咁你共業咧就要一齊超度先得嘅。嗯嗯，咁即係話佢哋有機會可以超度到嘅，但係要時間，係咪要時間？嗱，寫神樂嗱，我其實咧較早之前我咧去台灣嘅桃園咧一間大火咧，即係燒曬嘅戲院裏邊啦，死咗差唔多接近六十人啦。咁我其實咧，我入到嗰個感覺咧，我唔講住，我想聽下你入到火災現場嗰種感覺同唔同我一樣？我一入到去火災現場都係第一次啦，未試之前都未試過入火災現場嘅。跟住一去到去俾我嘅息爐咧，就好似好慘咁樣。好像燒到很融啊，即係好痛苦咁樣。嗱，我諗我可以加翻多少少俾誒觀眾啦。我上次入到去咧，我唔單止有死神樓嘅感覺，我係覺得四周圍咧，好似有啲人好無助咁樣，佢就話俾我聽：你幫我啦，你帶我走啦。所以我哋上次桃園咧，就係拍到一個細路仔咧，係想跟我哋扯啊。即係嗰個感覺，你好想幫佢哋，唔知點幫啊嗱，師傅，我好多時都話啦，我哋拍怪談咁多年。我哋亦都去探靈，有陣時見到一啲咁慘嘅咧，我哋好想真係去能夠救到幾多得幾多。我都知道可能咧，佢哋有啲共業，可能需要好多人嘅幫忙，又或者一啲好大型嘅法事能夠超度得到佢啊嚇。轉頭翻嚟繼續帶大家咧，去到台灣嘅現場啊，嗱到尾死神樂都未解釋點解佢請翻佢死咗嘅朋友上嚟。上面，我都聽到上面有人踩。歡迎大家繼續收睇《怪談遊客止步》嘅，提一提大家，緊接我哋嘅節目之後咧，就係二手午夜空靈啦。如果大家咧有任何嘅靈異經歷咧，歡迎咧十二點之後打嚟我哋嘅空靈熱線1831121嘅。其實咧，我做咗怪談好多年啦，咁啊，怪談除咗係一個咧，即係靈異節目咧，好多時我都想同咧，即係觀眾咧，可以分享到一啲咧，即係人生嘅經驗啊。嗱，就好似呢個禮拜咁啦，講火災現場啦。嗱，其實根據咧，即係香港嘅啲消防嘅處降咧，無論係見到咩火災或者你要逃生嗰時咧，記得要帶三樣嘢，當中啊包括有鎖匙啦、濕毛巾同埋手提電話噶。記住呢樣嘢好緊要，馬上帶大家翻現場。呢度有啲危險啊！真係小心啲嚇。哇！左腳壓落去先。
多謝。咦，頭先嗰間房應該是？應該係女人化妝嘅房。算啦，上去啦。咁點樣上去？呢度都冇乜嘢噶啦，再上去，哇！呢個公仔燒到咁。在上面咯。好，我喺呢度影張相。上面定樓下？上面。我都聽到上面有人踩嘢。我哋再上一層睇下。點解突然間唔光嘅？我聽入面有聲喎。邊度啊？呢度入邊。呢度入邊。咩意思啊？神位。好似有啲嗒嗒聲。冇事，小心啲，乐仔，唔好靠嗰度，唔好靠嗰度栏杆。边啲啊？呢啲几支？啲扶手柄嗰啲胶。呢啲都系胶嚟噶啦，喺上面用落嚟噶。想睇住啊，地下。碳咯，系好多碳喺地下咯。大家沿住被烈火浓烟破坏嘅楼梯一直上，沿途见到嘅都系一片狼藉。当大家上到较高楼层嘅时候，睇到被火烧嘅程度并唔算好严重，但系点解当消防员扑灭大火之后？竟然在顶楼发现十九具尸体搭在一起呢？烧了大半夜的时候，就开始就火已经扑灭，然后就有消防员就进去清理现场这样子。因为最楼上顶楼那边有人养那个赛鸽，然后因为怕鸽子被偷走，所以他就把最顶楼做一个铁门，然后反锁，就是没有被烧死的往上跑。但是因为铁门锁起来，就那个十几还是二十个，全部都是在那个要去顶楼的那个上面那边，全部都被浓烟呛死的。有烧烧到，即系呢个位冇烧过噶咯，其实呢度都好完整啊呢啲。呢邊都係，而家我哋到幾多樓啊？四嗰度喎，唔係喎，中華民國菜餃協會喎。哦，咁唔怪得知天台面養八格。咁佢嗰度門鎖咗，嗰度門喺邊度門啊？上面，我揾出嚟。睇下，係啊，我哋揾咗嗰度門出嚟先。哦，呢度啊，唔好行上去啦。唔好行上去啦！呢度啊，振龙，佢哋应该系堆咗喺呢一度。由于一把锁，就令到十九条人命无辜枉死，可能因为死不瞑目。虽然事隔多年。仍然有人见到火灾现场鬼影彤彤，摄制队呢一次除了探寻灵异真相之外，亦带备不少的祭品尽一点心意，祭祀枉死的冤魂。
大家摆设好祭品之后，就会留低阿梦同摄影师振雄，除咗尽一点心意之外，亦希望能够拍摄到一啲灵异嘅现象。今日我哋嚟呢度系烧翻啲嘢俾大家，希望俾啲水大家，令到大家舒服少少。我冇法在身，但系希望大家都可以领受。如果各位朋友唔介意嘅，就请你哋现身俾我哋嘅攝影機拍到，多謝。當一切已經準備就緒之後，阿夢就開始進行拜祭。但係當佢一化庫前嘅時候，本來翳悶嘅空間突然發生變化。哇！突然間扯風咯～各位朋友，我知道你哋喺度嘅。我哋今日嚟係希望燒啲嘢俾大家嘅。希望依度夠大家用啦。每一次我看到火災現場，我都很想再次告訴大家，剛才我已經講了，如果萬一有火警的時候，大家記住帶三樣東西，就是手提電話，跟住濕毛巾，濕毛巾用來保護自己，即可以掩住鼻，但鎖匙真的一定要帶，因為根據消防處說，很多時候跑到上，好像你們那個現場一樣，就是焗死的，跑不回到自己的家裡。如果你沒有帶鎖匙，你回不去。如果你有帶鎖匙，還有一線的生機。回到自己的家裡。這個希望大家真的記住，除了看怪談，靈異節目還要學識很多東西。師傅，我想問一下你，我們沒有修法在身，我們就這樣帶了西瓜、水和香燭那些，其實這樣做是否正確的呢？其實是對的，因為你們是出於好心。同埋佢火燭鬼死啦，通常都係要水佛啊、水果啊咁嘅。哦，咁你哋嘅門派會帶啲咩去嘅咧？我哋都係以生果啊、礦泉水啊、酒啊、香燭啊為主啦。咁我哋咧就會請多地藏王菩薩過嚟咯。哦，李師傅啊，我覺得咧好奇怪，因為我去到嗰個火災現場咧，嗰個頂樓咧防煙門嗰個死咗19人嗰個位咧。我聞到啲好濃烈嘅燒窿嘢嗰啲糯味啊！但係嗰度事隔已經好多年噶嘛，我應該係聞到嗰啲味嘅。點解我聞到啲咁嘅味嘅咧？其實鬼嘅氣味咧，就會俾好多氣味俾你聞嘅，比如腐屍味啦，比如燒焦嘅味啦，比如臭腐乳嘅味啦，呢啲都係靈界俾我哋嘅嗰種。即係佢哋燒死咗，佢哋就俾翻嚟燒死咗種味道。冇錯，冇錯。即係話其實係一個訊息嚟嘅，話俾即係我哋攝制隊聽，即係話俾阿夢啊同阿死神啊聽，我哋存在，所以俾你聞到呢個味道。係啦，冇錯，冇錯。哦。唉，唔知點解咧，我今集咧睇翻呢個咧，即係咧一個火災嘅現場咧，個心好噏啊！但係轉頭翻嚟咧，繼續帶大家翻返去現場。心好痛！如果受咁多苦，明明我又翻到香港，好啦。
好，歡迎大家繼續咧，即係咧翻返嚟怪談嘅遊客直播啊！剛才上一 part 大家都睇到啦，阿夢開始招魂嗰陣時咧，唔知點解好奇怪，後邊嗰啲水咧就好似直頭咧會有人搶啊跌低咁樣，你驚唔？你驚唔驚？我驚㗎，係突然間啲水兩三支咁一齊冧曬，好似走有人走埋去走埋去搶咁樣㗎。嗯。但有些人就話咧，呢一個係一個即係靈體俾你哋嘅信號啦。可能有些人就話誒，會覺得趕你哋扯 ，OK？ 但係我自己相反唔係咁樣睇喎，我係覺得啲靈體有嘢想你哋幫啊，所以甚至就係跟你哋走啦。究竟佢哋去到發生咩事咧？馬上帶大家睇翻現場。今天我哋嚟呢度系烧翻啲嘢俾大家。如果各位朋友唔介意嘅，就请你哋现身俾我哋嘅摄影机拍到，多谢。扶扶佢落嚟，唔好踩到啲鞋，唔好踩到啲鞋。唔好意思啊。冇嘢噶，我哋幫佢嘅啫嚇，希望佢哋舒服啲嘅啫嚇。俾少少錢你。我燒埋佢先啊。燒啊燒啊燒啊！阿樂仔幫手啊。得。冇事，冇事，可以飲水啫。唔踩到嘢。紙盒冧咗㗎，紙盒斷咗而家。你燒嘢。你幫手燒嘢。我呢度有啲我過嚟嗰時啲師傅俾我嘅啲大杯水。哦。俾啲大杯水大家嚇。俾啲大杯水大家，希望大家會舒服啲啊。喺宗教上認為，經過加持嘅大杯水可以幫助亡魂解除痛苦，甚至消災解業。大家亦衷心希望呢一度枉死嘅冤魂能夠有安息嘅一日。一两年前就是常传染有那个尸臭味，然后呢，其实那时候没有特别去注意，然后就是有一天我半夜睡觉的时候，其实我就有听到乒乒乓乓的那个有人跑步的声音，就是好像不知道撞了什么东西的声音。然后隔天下午的时候，刚好从外面回来，然后我们附近的里长就把我叫去旁边，然后他跟我叙述是大概在二楼。去三楼的那个楼梯口那边，就是有上吊。他们警警来发现的时候，那尸体好像大部分都腐烂掉，有些还看到的。在火灾之后，二三楼的梯间有人自杀，所以大家希望在这里同死者亡魂进行感应。
心口好痛。有咩？有冇情況？有啊，有啊，你知唔知我一路練緊嘅時候，即係我咁樣眯埋眼啦，跟住之後就係有個雪櫃包住你咁咯，係，跟住之後就上面就開始有聲，跟住我咪越嚟越練得快嘅。咁而家得唔得？你跟住有心口痛？而家有啲。摄完笔之后，大家就马上出发，将在岐山殉情自杀的亡魂带去台北，交给女济公陈小娜师傅超度。不过请了济公附身的陈师傅竟然说，摄制队带来的不止两个亡魂，还有一班被火烧到好像黑炭的亡魂，跟着摄制队一起来到，希望师傅能够帮他们超度往生。因为肢体不全，所以啊，他没有办法吃东西。爷爷可以帮他一下吗？行啊，你没看我在那儿摆桌吗？死神乐听到师傅答应为亡魂进行超度法事的时候，马上请求师傅帮他请好朋友的亡魂上来，如果可以的话就幫埋佢做超度法事。啲朋友係自殺死定咩？自殺啦，全部自殺嘅。feel 到佢好似企咗我喺前面咯，跟住我係個心唔驚咯。他的阳寿未尽啊！哦，阳寿未尽，所以他要等啊。我可以跟你说啊，自殺啦，基本上不会太好啦。我说这孩子啊，这样的罪啊很重。这是什么？他的罪很重，他的罪很重，很重。即使那俺想帮他，即使是你有限制的。知道自己的朋友还要在另一个世界受苦，但是自己完全没办法可以帮到他，死神乐感到好灰心。虽然师傅说不能够帮阿山超度，但是可以请他上来跟死神乐见面。阿妈，我们很挂住你，希望你不要受那么多苦。你都保佑紧我，我只可以完成呢个大闸二手店，就可以签到人。我知道你喺侧边帮紧我，每一次我有咩事都会帮我。好多谢你，虽然你不在我身边，但我每年都会去拜你，跟你姐姐和姐夫还有琪琪那些。你仲有没有跟阿生说吗？希望你保佑我们拍摄顺利，平平安安咁翻到香港。他对你挺好的，很好，他对你很好，是啊，他也很疼你的，所以他叫你不可以再这样子，你懂吗？他现在同我讲啊，说你不可以再这样子了。他会心疼，会心疼。
诉你，好好的顾你自己，别走他的后尘。嗯，我明白。虽然死神乐同阿山阴阳相隔，但系佢哋嘅友情亦都令到师傅好感动，最后答应尽力为阿山化解罪孽，令佢能够早日投胎转生。死神啊！我同觀眾咧都係啱啱睇到條片啊！嗱，我就好直接覺得咧，阿山係咪喺你面前出現？你同佢溝通緊，咁所以咧，你就會不停同佢講嘢同埋流眼淚。唔係啊，我係見唔到佢噶。你見唔到嘅？我淨係 feel 到佢喺度，因為阿師傅個女仔工啦，就同佢傾偈，跟住之後再轉達翻個答案俾我聽，跟住之後淨係得我同阿山師會知道個答案，我好。肯定阿山在度，嗯，即是你哋啲秘密嚟嘅，係咪？咁但係點解個問題會唔俾埋我哋聽？係啦，因為呢一啲問題咧係涉及到阿樂仔啦，同埋佢嘅朋友阿山嘅。咁我哋為咗保障佢哋個人私隱咧，咁就唔將呢啲片段出街嘅。咁你一陣間話俾我聽，問咗啲乜嘢？點解要剪曬嚇 ？OK。同埋我想問阿李師傅啊，其實咧自殺死嘅朋友啦，同埋喺火災啊共業。死的朋友他們的亡靈是否靈實難超度呢？是的，因為自殺死的通常都被樓頭板面鎖了下去枉死城的，枉死城如果我們要超度就首先要即是特赦他這個罪孽，當然不是我怎樣特赦呢？特赦就是利用佛啊、道啊、法力去玉帝拿了個御准安排入地府才可以特赦他這個孽的，即是落到地府就落去枉死城揾佢哋，系啦，系嘛，咁譬如揾咗佢上嚟之後，再點樣超度呢？再用我哋道家個法去超度，或者送佢輪迴啊，或者送佢上西方極樂啊咁咯。同唔同一啲嘅即係一啲嘅門派，譬如破地獄啊，似唔似咧？誒似，但係唔同，我哋行法噶嘛。雖然大家都有道教，但係佢嘅啫就係叫做南無科嚟嘅。我哋啲係法家嚟嘅，我哋行法嘅。咁我想問阿師傅啦，嗱，我好多嘢都有多疑問啊，咁反嚟咧，我繼續會問阿李法全師傅咧，同埋有呢個咧異獸鬥室嘅，轉頭見啦。歡迎大家繼續收睇怪談嘅，依家咧又到異獸鬥室嘅環節啦，而今個禮拜嘅異獸鬥室嘅主角咧都係死神樂仔喎，樂仔啊，你喺度住咗成個禮拜咧，有啲咩感覺？有咩事發生？因為之前咧啲異獸咧都話呢間房。呢個櫃咧就發生過啲嘢，我就今集咧就帶大家去睇下發生過咩事。呢個櫃裡面究竟有啲咩咧？大家都應該好想知啊！馬上睇一睇片段啦。喂，阿寶，我想問下你咧，你上個禮拜話喺翻房度聽到有啲怪聲啦，其實喺邊個位度啊？喺對面個衣櫃咯，你硬係聽到嘣嘣聲啊？唔知點解？阿寶咧就話咗個櫃咧，就係傳出怪聲嘅地方，我而家就走入去睇下啦。哇！阿寶應該係講緊呢個櫃，我而家就嘗試打開呢個櫃。哇！打開唔到咯，個錘仔都爛咗。咁應該佢哋唔俾我打開個櫃咯。哇！我啲雞皮都起得好勁，哇！又熄燈又開燈，可能佢頭先唔俾我開個櫃，搞到個錘爛咗。我發現原來睡房唔尋常嘅事咧，來自睡房入邊個櫃。其實裡面究竟有啲咩咧？同埋我唔想之後二獸再受到騷擾。我決定打開佢。
多，哇，好多色室。仲有個神主牌，而家咧我就攞呢盒嘢出去啦，出個廳睇下有啲咩嘢問啲，唔好意思啊。爺有封信，大安唔知咩咩女士嘅，唔好意思啊。在個盒裏面，除了找到封信之外，還有很多張舊的相。為什麼這些相會在個櫃裡出現呢？它跟神主牌又有什麼關係呢？最奇怪就是當中有兩張相竟然跟鬼客戶之前畫的畫有關。見到個女士啦，那個細路咧，係同阿婆畫得一模一樣。好寒啊！個人睇到，我就唔夠膽再抄落去啦。嗱，我睇呢個禮拜二獸鬥室咧，反而有一樣嘢好大嘅，我想解釋俾觀眾聽啦。鬼眼寶啊，聽到嗰個櫃裏邊咧有不停敲門咧，我反而係覺得嗰啲草蜢咧，因為你知草蜢會跳噶嘛，一坑落嗰啲木度咧就會有噗噗撞到個櫃，係撞到個櫃嗱。我相信一樣嘢用合理嘅解釋，唔係每一樣嘢咧都係即係靈體或者見鬼嘅，咁我覺得合理啲。OK。咁但係先我話，阿樂仔咧喺人哋個櫃嗰度咧攞咗盒嘢出嚟喎，有相啦，有信啦。看完一輪咁樣，佢應該點樣處置嗰盒嘢咧？李師傅，其實依家呢啲係屬於先人嘅嘢咧，我哋應該揾份簿化翻俾佢嘅。化簿嗰陣時候順便化埋啲相啊，燒曬佢，係啊，搭喺簿上面燒咗佢。OK， 嗱咁，星辰樂，你馬上就將嗰盒嘢咧就拎去燒咗佢咯喎。我唔係咁想燒咯，因為我仲要喺度住多一個禮拜，我想再拍多啲嘢俾觀眾睇。即係想用呢個盒嘗試下，係唔可以同到嗰個嘅婆婆啦。跟個細路仔溝通係嘛？我覺得兩面都啱。OK， 好，俾多個禮拜時間你啦。咁啊，嘗試下再喺度住下之後咧，能唔能夠同到嗰個細路仔同個婆婆溝通啦嚇？咁啊，完咗節目之後咧，有啲乜嘢節目要繼續睇落去咧？跟住落嚟咧就係二獸午夜空靈啦。如果大家咧都有一啲靈異嘅經歷咧，就馬上打嚟我哋嘅空靈熱線1831121啦。嗱，望下鐘咧，我哋咧怪談啊夠鐘噶啦噃，咁啊嚇，咁啊下禮拜準時再見大家，拜拜。拜拜。已經係分成五包垃圾袋，最尾揾翻嘅係個頭咯，其他嗰啲部分都變成11段。你跟住蠟燭條路一路行，呢度冇㗎，上唔到去㗎。冇喐！你 call 師傅先，靈寶大法師、馬來西亞國、吉隆坡、有死者亡故、蔡佑師。速度